长，等一下你哭出来，我带人过来啊，全部都倒掉。醉醺醺坐在地上乱吼乱叫，远警到场，醉汉竟然命令他们乖乖坐下。坐，你出来啊！你小声一点。坐。深夜发酒疯，远警要他小声一点，这下醉汉更怒，对着远警臭骂一顿还不够，竟然不好意思啊。先礼后兵，接着一拳打向远警，只是喝太醉，这拳摇摇晃晃，毫无威胁性。远警受不了，决定送他回家。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挡住我的俩公是不是？上车还是失控，胡言乱语，远警只能不断安抚，但下一秒，对不对？你逼我是不是？你干嘛拆掉？没有，你逼我嘛。防护板被大力扯断，远警一脸错愕，这下没办法，送回家不领情还拆车，只能送你到派出所。男子辱骂远警之后被依法管束，没想到上车之后依旧失控，竟然直接把这安全防护板硬生扯下。5月20号凌晨1点多，中性醉汉被发现醉倒街头，辱骂远警后出手攻击，坚持可以自己回家。远警回程发现他还倒在路边，开警车护送回家，没想到他还搞破坏。不要理我了，你要不要停？大家快到了。卖成功。醉汉辱骂袭警还拆车，这下不但被保护管束，还得赔偿警车损失。我当王都可以啊，信不信？最后醉汉如愿以偿，果真当了破坏王。三立新闻戴伟成、王嘉恒、高昭麟台北报道。